做了一个男子双杠的动作，倒立膝盖跨前翻。好，我们注意看他这个动作。毽子直体后空翻，站木很稳，完成的相当高，并且很稳。屏幕来讲呢，应该是刘璇的拿手的项目。刚才这个跳呢是扬波跳，也是我国著名运动员的应一个名字来命名的一个跳步，扬波跳。在平衡木的动作中规定的，运动员要有一个大幅度的跳步。小翻转体一百八，呈手倒立。单腿立转360度。结环跳，这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一个跳步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下法。毽子弹射后翻两周下，完成了很干。